Me mini vlog.在车。在车。这叫什么车？你会得往前，你要往后退。哦，退的。小心后面啊。哦。我有晒的嘞。还是撑一下伞吧。Welcome to New York. 啊，你好吓人！不听，哎呦 ，Hello。听到了，你开心吗？开心。哎，声音很好，活的，很有。老婆。哇，这个 logo 还在。能把花放在前面。哦，好烫啊！好开心，见到粉丝。你们上车，快点上那个车！你们上那个车。我们可能会怕开的比他们慢。啊，你们玩这个？你要跟我们一块去玩过山车吗？去不去？去吧。你朋友这个吗？可以啊，去不去？一起去吧。你玩吗？你敢玩吗？那就走。他还有什么不敢的？啊，对，我也敢，你应该敢吧？不敢，说不敢好像不敢。咱是汉的。他们说肯定会是我，一会儿要继续拍。哇！前面的水，好像还有一个人。哇！我有把我两个刘海往后扒拉，还挂耳朵上。啊？还抢座椅中间到对面储物柜放好学生物品。车子前不要将手伸到外面去玩水，保持好正确坐姿，做好前方腰杆。游戏将开始，准备离开。我怕你的妆花掉。你要保护好这个头。我会的啊！还没。不是，我们去直接去海盗船去甩杆。你这个想法好，我的衣服。你的想法好奇特，你要去踩到甩杆。你在是我吗？我可以打你，我也想玩，但时机不对。你是更害怕被淋湿，还是更害怕被淋？我啥都不怕。我啥都不怕。可以，这个还好。一点点没关系。哇，有点有点高啊，这有点高啊。现在看这种造型像不像是古装的？嗨，我们的 K 咋样了？还行吗？我也不怕高，我就是怕。我怕脸湿了，屁股湿了。来了。还没来，来了。
飞到了。不是，我现在是悬空的。我也是。可以，哇，还可以，好的，我从来没吃，这就有一点他又进。我们只是那个妆脸没有挡，其他挡的地方都是了。我的小妹，哦，太可怕了，这个，哎呦我的妈！没开不行。那不就是白弄了？你坐这个位置有什么意义呢？没事，我也想看一下嘛，辛苦了，我现在不知道，谁知道这个感觉？刚刚做什么？你要去海盗船吗？对，他那个水从后面打下来，就不是了。穿雨衣没有什么用，你看。宝贝，你太惨了。对，衣服看着一点都不湿。因为他们出来，他的眼睛很湿。